We spend a day with former world champion and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Whang Yihan. The 30-year-old Shanghai native enjoyed a glittering career that spanned more than 10 years, amassing a record 34 women's singles titles. Since retiring in 2016 after the Rio Olympics, the former world number one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badminton and finding new ways to popularize the racket sport. In today's show, we get a sneak peek into Whang's current life that revolves around her passion for badminton.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涵，欢迎来到我家。今天我会带领大家去我小时候训练的地方，然后去参观我的球场，再去做我喜欢吃的甜品。那现在先来参观我家吧。 我现在一个人住，搬过来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那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橱窗里面，是我这么多比赛当中可能会去浏览的一些景点的时候会买的一些纪念品吧。可能是在里约买的，我也挺喜欢买这个盘子的，所以家里面其实只放出来一部分的盘子，其实是。 有很多很多的盘子都不够放了，就把它收起来了。这个是下面的俄罗斯比赛的时候套娃，也挺有意思的。最大的那一套娃是我比赛的时候获得冠军的时候给的。但我也喜欢小猫，因为我的绰号叫小猫，所以我喜欢买这种就是比较好玩的那种东西在这里面。这个当然是我收藏的一小部分啊。 那现在来参观一下我们家厨房吧。这是我家的餐厅，这边是我家的厨房。那大家来看一下我家的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吧。哇，其实挺乱的。我比较喜欢吃这个些零食、酸奶，啊，当然旁边有一瓶酒啊。那个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喝一点。 其实我在家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很多时候我爸妈一个星期来一到两次，说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的，不是我的。那我一般比如果烧饭的话，可能我就煮个水饺啊，煮个面啊，弄个粽子、八宝饭什么的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油烟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吃一点方便一点的。 我是不太会煮东西，但是最简单的烧菜还是没有很大问题的，但还是要时间。最近还是比较忙一些，很多的时候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就是爸妈正好来的时候帮我已经烧好了。当然我自己也会烧一些的，不是说一点都不会。关键还是要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一些。那不管怎么样，以后还是要多去学习一下。 接下来参观一下我的荣誉厨，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走吧。这一间是我的洗手间，这一间是我的衣帽间，那这间是我的卧室。卧室呢，我保密一下，我就不给大家看了。那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我最值得骄傲的一间房间，好吧？